大家好，我是董振龙。那在这一次的产品呢发表呢，我们发表的是呢20几个网站的原始的 Photoshop 的档案。那这个呢最主要啊是要解决啊你有时候在架你个人网站的时候啊，像要找出像这样子的 banner 啊，这样子的广告啊，或者是 header 啊，你会发现要自己制作出一些专业的图片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啊在这里啊就有一群啊专业美工人员啊，他们呢收集了大概27个网站已经制作好的网站，然后他最原始的 Photoshop 的档案。那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啊拿来卖，那卖给你之后你有什么用呢？基本上就是你可以直接呢，如果你有 Photoshop 的话，你直接开起来然后修改里头的文字，你就可以直接套用在你个人的网站上，所以其实是非常的方便，如果你有考虑要架站的话。那等一下我们会来看这个整个产品到底详细的内容是什么。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做的一个整个产品的一个图档。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英文的销售网页，大家来看一下这个产品。那我呢很简单的为你介绍，也简单的翻译一下他说的。基本上就是他在强调是说齁，你知道在架网站的时候啊，其实拥有一些看起来很专业的图片啊，或者是美工呢的设计呢，会让人们啊更想要去购买这个网站的产品，这是事实哦。因为像你卖电子书啊，你因为电子书是不是实体书嘛，那即使是实体书还是电子书，它的封面都非常重要，因为那是人家唯一看到，如果你封面做得很专业，因为人家对这个产品就会更有兴趣，特别是电子书是这样子。那由于我本身啊并不是什么专业美工人员，所以我初步电子书的封面做的也还没有那么专业。那但是我之后会逐步的改进，或者是干脆聘请一个专业美工人员来替我设计。那但是这个道理其实我知道。那一个网站你看哦，他这边开始啊就是开始介绍他曾经做过网站。那到时候啊你都可以获得他现在秀给你看的这张图里头的所有的 Photoshop 的档案，这个就是他用 Photoshop 开的。那当然他产品的名称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你要的是这个他已经替你做好的东西，例如说中间这一个东西他已经帮你做好一个盒子跟一个 CD， 那你只要去改一下他里头英文字改成中文，你事实上就可以马上做出一个很专业的电子书的盒子的那个封面这样子。你看像他这个这边这个也是很专业。那他这边有简单的介绍呢，你会获得的东西基本上齁，就是你所有看得到的这些图片都有，然后呢他的 PSD 就是 Photoshop 的那个档案呢的原始档，然后他说还有封面，然后还有那个电子书的封面，就是我看一下哦，还有他那个 banner 网站的 banner，然后还有啊就是他保证订购的按钮，然后还有哦，他说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购买这个东西的转售权哦。那大家我先很快的呢带大家扫描一下这个就是这20几个网站，那你到时候也可以自己再详细的观看，他其实都做的真的还蛮专业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主题，特别是电子书啊，这个封面其实都可以直接拿来套用在你日后如果要出版电子书的话。那每一个，那等一下呢我会实际上秀给你看啊它的产品的内容，这个我就卷下去了，因为有很多，我们来数一下有多少个，一直到25个26个，哇这个蛮炫的，哇总共有27个网站，也就是说没错，这是27个网站它原始的架站的图档。基本上只要任何一个网站你觉得它的图片不错，或者是你从这27个
网站呢有上百个这个图片的组成要素，随便挑几个，然后放在你网站上，或者是 Photoshop 可以输出那个图档嘛，然后把它放在你的网站上，把它改成中文，事实上其实就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那个美工的图案的。事实上，如果你去请人家架一个这样子的，帮你设计这么多图片啊，他说这个售价哈，原则上是$497，哇，要10000多。那他这27晚上原始图库都给你，事实上就高达 ，Oh my god， 13000多块的美金，哦，30几万，老天。那当然，可能实际上有没有那么高不知道啦，至少它的成本可能真的是那么高。但是它现在就是原封不动的去把这个图库全部送给你，然后呢，由你自己善加的利用。那这个啊，现在呢，就是到我们实际啊，我秀给你看这一次的档案。这个档案其实非常之庞大，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荧幕上啊，就是你实际上会下载到档案，它。基本上这个档案有25、26个吧，我大致上有数过，那就是刚刚各位看到的每一个。那这个档案齁，小一点啊，至少也有30几 mega， 那大一点呢，就100多 mega， 所以其实非常的巨大。那我随便开一个档案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呢，看一下里头呢，到时候你下载的时候呢，是实际上长怎样。它基本上齁，里头全部都是就是 Photoshop 的档案，所以呢，当你下载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堆的图档在那边。好，所以大家看得到，这边基本上就是一堆啦，就是它的所有这个网站所有用到的 banner 啊，然后它的一些各式各样的啦，反正他所用到的图库你都有。那这个啊，我跟你讲，这20几个档案全部下载下来啊，是要超过2G 哦，2G 哦，这不是开玩笑的多。所以啊，我这一次啊，给大家卖给大家的这个图档是非常之庞大、非常之夸张的图库。那里头啊，你可能下载，到时候你购买的时候，你就会有这20几个档案的直接下载连接。那我是建议你尽快把它下载下来，那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因为有高达2G 以上的档案需要下载。那这个就是先让你有一个心理准备。那我随便开里头一个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用Photoshop 把它打开的。你看，这个就是它其中的一个图档，看起来其实真的是蛮专业。那你可以很，如果你会改的话，你可以轻易的去把这个英文字把它取代掉，然后换成中文这样子。所以啊，这些图档啊，你下载下来之后啊，你可以尽情的去编辑，那你就可以做出非常多、非常酷、非常炫的图档出来，而且。事实上是非常专业的图档出来。好，所以我先把这个给关掉。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网页上来看一下，那这个档案啊，到底我全部2G 以上啊，不知道下载多久，到底啊需要我们的售价是怎样的？基本上哈，我们目前啊给你两种选择，第一种就是呢，你可以购买个人使用权就可以了，就是说，我买这个，我只是想要自己用。虽然我们是台湾转授权第一站，我们提供转授权的产品，但是我们也提供一些没有转授权的产品，例如说有些电子书。那这个图库呢，我也是一样，就是这个个人啊使用的版本啊，它会比较便宜一点。那因为你个人用嘛，你没有要拿去销售。但是啊，第二种就是我们给你特级转授权，这个产品的特级转授权啊，目前售价是1000。那这个特级转授权的意思就是，你可以买了之后，你可以自己拿去再卖给你的顾客转授权。所以你的顾客买到之后，他又可以再继续卖给别人，转授权等等，这个就叫特级转授权，它只要1000块。那如果个人使用的话，就650块。所以呢，如果啊，你觉得你自己想要用，然后呢，你也觉得这个产品也不错，你也想要拿来卖，
那基本上我们都建议你去买我们的短授权。好，所以希望你会喜欢我们这一次的发行，所以再请大家再看一下我们产品的详细说明，然后就开始订购，谢谢。我是董振龙，那专授权第一站站长，拜拜。